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曲江的追星日志。今天蓝嫂的阵容有点壮观呀！当当当当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TE。小明的爸爸是吧？小明的爸爸叫外卖，不是，小明的爸爸跟小明说叫外卖，然后小明说好呀。然后他就叫外卖了，就是他的名字叫外卖。快了吧呀！大家随便看看就可以了。不是这样的啊。去做他们的专访哟，期待后面正片的上线吧。那签名也会通过微博送出去，记得关注我们呀，拜拜。